好了，那一天我就给他们买啤酒喝，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都可以，这都好说。这要是流量不好的话，就按工资来发就行了噻，对不对？你自己都不想，我哪里不想？我想。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吗？不卡爷，我真的敢，不是开玩笑。这穿那个芭蕉叶有啥子的？你就衣服，对吧？衣服要特别，衣服要把它搞得比较性感一点的那种。好嘛好嘛、啊。比较不要太暴露嘛。那个衣服。好嘛嘛。我看一下，要设要叫他们老人设计一下，搞得有这个，比较特别的，嗯。裤子的话就不用了，裤子的话就围起来，像那个裙子一样就行了，对吧？把它一圈把它围起来，像裙子一样。但衣服的话，一定啊，衣服一定要搞好看一点。